大家好，我是 Aki， 目前我人在台南的关系平台这里。啊，关系平台呢是台南有在玩宝可梦的玩家都会来这边抓宝。对，因为关系平台什么宝几乎都会出啦，所以你看现在已经11月了，还是很多人，就是下班还是很多人来这边抓。但关系平台顾名思义，来这边是要看夕阳、看黄昏，那个晚霞特别漂亮。最初是这样子的，所以现在从宝可梦这个款游戏出来之后，变成大家都会来这边抓。那现在时间已经接近黄昏了，不过今天非常的运气非常差。那看到非常厚的云层，所以根本没有太阳，根本没有日落，根本也没有黄昏，也没有晚霞，所以就是一片的阴天。但是至少还是有一点阳光透出来。关系平台建议来的时间最好是下午黄昏的时候，因为顾名思义，关系就是要看夕阳日落。夏天的时候，大概五点来这边准备。那如果是冬天的话，你四点就要过来了。那前面这个是提防啊，蛮多来这边玩的游客蛮喜欢走这一条的。不过这一条比较难走，因为它的路比较窄，那两旁也没有护栏可以保护你的安全，所以你如果说要走的话，所以要非常注意的。不过除了这个很窄的提防路可以走之外，还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可以走到灯塔那边去，你可以选择下面这条路，柏油路。对，这个是比较安全的。要如何坐车到关系平台呢？首先你就是坐观光巴士88号安平线到最终站关系平台这一站下车，